感谢主啊，我们都很高兴啊！啊，你们的拿着花哈、啊，哇，太好了哈、啊！啊，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这一天的，这个纪念。感谢主。今年的圣诞我要分享呢，这个题目呢很特别。今年圣诞三个 VS 啊，经文呢是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。那路加福音呢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一起读好了，不是很长，预备来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器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：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冠服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胜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：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哇，我看大家都很熟这段经文，每年呢啊，在这个圣诞之节呢都会读这一些的经文哈。特别呢我今年也选了这一个经文呢作为一个分享。其实这个有一些的背景呢，当时呢这个耶稣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个约瑟玛利亚呢，在该撒亚古西都有个旨意，哦，每一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城啊，所出生的地方报名上车，是为了什么？你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资料出来，就是为了征税征兵啊。那所以在这个地图你可以看到，从拿撒勒啊，约瑟的带着玛利亚，其实那个时候玛利亚的这个身孕已经重了，但是还是这个长途跋涉的去到伯利恒这个地方啊。好，然后呢，但是去到那个地方，如果你留意第七节最后一句话，因为客店里没有什么，没有地方，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形。当带着妻子，他身体身孕已重，却在这个晚夜希望有一个歇脚的地方，却没有。那这个时候，客店呢？当时客店有些人用文献啊，当时的地理啊、考古啊，大概是这个情形，有这个例子。你看到有个红色的圈，就是客店里面所马槽所在的位置，如果放大的图呢，是这个地方马槽里面。那在这个马槽里面，就是有一些干草，有一些的地方。等一下有一些的片段，你可以看看是怎么样的。好，等一下可以有看看哈。那这个时候，画面的另一边，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和轮流看着羊群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天使向他们显现，发出主的荣光。他们有个反应，就剩什么？惧怕啊！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分享经文的那个 VS 啊，其中一个。那看到有一个记号，就是有一个婴孩抱着布窝在马槽里，就是记号了。刚才我们唱诗也唱到这一个方面啊。好，往后的日子就是，甚至那个天使以及一大堆的天兵一起赞美神说：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还有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好，有一些的背景已经说完了，一些的这个奇趣就是说甚惧怕，很特别。原来甚惧怕原文说怕，不单止怕，怕了一个大怕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年末的时候回想这一年经过的工作上、家庭上、身体上、心情与人的关系上，有没有怕了一个大怕？冠服万民就是将要给所有的人民。大卫的城市其实在经文里面也说得很明白，是伯利恒。圣了，其实原文的时态已经生了，已经生了。所以报这个信息的时候，玛利亚已经在马槽里啊，这个生了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，降生在这个世界，只不过是卑微的抱着布在马槽里，为了你与我的罪，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救主
有些人就是这样舅舅的解释过去了，其实他要解救者保全者的意思，主后面的说的那个主是用于神，这个都是一些的铺排，你可以看到三个 VS 是怎么出来的。基督当然这个应该大家很熟了，基督是希腊文等于希伯来文的弥赛亚，一般是说到三个身份是先知、祭司还有君王啊。当妈妈你很熟了，我跟你解释很多次。 OK， 七号就是婴孩抱着布窝在马槽里，这个七号这个字也说到神的主旨，这是神级，然后以知这个兆头征兆这方面的。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经文是八节以后的经文，但第七节刚才我叫大家注意最后说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，很可能今天我们圣诞节还忙于送礼物呢，购物呢，去看这个灯饰，彼此的交往送礼物的同时，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人心会太多的事情塞住，以致没有空间来容纳主。如果是这样，就好像是七节的这一节的经文最后一句话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，就想帮助能够承载，帮助我们承载今天的道，神的道。好，那今年圣诞的三个 VS 就是 versus 嘛，一般就是两队比赛的时候或者比较的时候都可以用到啊，比对相比。如果你读圣言，读过这个十部诗经法，你发现其实它也有两种的啊。当说到这个标签的时候呢，有两种的 VS。那你看到那个圈圈啊，放大图，那两种 VS 知道吧？就是不同类的相反的，就叫映衬啊，这个 VS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同类的叫比对。等下我会考大家啊，这个是同类的比较。好，所以你知道映衬的 versus 跟比对的 versus 呢？映衬，比如说有些例子就是说对与错、爱与恨，很明白吧？是吧？相反的比较，然后比对的话，强与更强，或者 A 队对 B 队，是吧？它是同类的比较，可以吗？好，以上我就然后问你啊，考问你啊。这个首先你记住这个咯，以前是相反的啊，比对的是同类的。好，这一年的世界杯，阿根廷对法国有没有看？谁有看的举手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吗？啊，这么少了吗？我听芳芳姐说年年都看啊，我没有这个缺一场啊，是吧？这么厉害的这个我所想问你呢，这个是什么引称还是对比？你不要先打我啊，先给你时间看看这个回放一些的 highlight 啊，让我们的心情雀跃一点啊。哎，好。留意这个左上角的那个分数哈，阿根廷先达到一分，对吧？1-0，阿根廷又录进去了。你看到这个左上角是2-0了啊。我以前也是这样踢球的，我也是踢前面的前锋，现在可能什么锋都不是了。好，以为哈。到了79分钟、80分钟，以为呢是阿根廷赢，哎，想不到法国。这个时候，一个球，两个球，2-2平手，加时，啊，加时间，加时间的时候，这个吹鸡就是要加时了，哇，好累啊，我都打过哈，如果加时的时候累死了，此时已经进去了，你看。现在他踢出来看，人是在里面踢出来的，对吧？所以3-2了啊。好，打到手，所以要手球再来。哎呀，最糟糕是这个情形，球员呢在这个时候是很累的。人与人，人与事，我们这一年回想，会不会也是这么累？明明得到了，还是没得到。最后吹强鸣的时候，一定要用最残忍的方法点球来决定。哦，那个法国被点球被他挡出去，你就明白最后胜利者是谁啊？阿根廷是这样的过程。
啊。好了，现在问你了，这个世界杯是影衬还是比对啊？真的吗？啊，你们很有信心啊！啊，看看是不是？哎，对啊 ，A 队对 B 队嘛，刚才姚哥啊这样子嘛，啊、所以是比对啊，鼓掌！哎，这这么多人都答对了啊，不错不错啊，你们都有看啊。好，但是另外一种比对呢，我拿不到例子，我就拿了这个例子啊，一个很老的游戏叫Plants vs Zombie 啊。你如果你不知道这个，应该你看到这个图啊啊，谁玩过这个游戏的举手？哎呦，这么小人是不是有些偷玩不敢举手啊？啊，这个应该很受欢迎啊！我的孩子都会常常会打哈、啊。我说要胜过撒旦，保护家园啊，一个是保护家园的，一个是破坏家园的，你才很明白，就是对比这个是什么？是影衬的时候啊，这个影衬相反的比较啊 ，OK。所以是影衬，今天我说的都是三个影衬，可以吗？三个 versus 都是影衬，都是我们相反的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你刚才读的经文八节到这个九节开头啊，那这样看不出来哈、哦，我加点颜色，你就会看到了。夜间看守，跟后面的光的照着是一个的相反，是吧？比较，但是有中间主的荣光。那所以这个因着有主的荣光，我们如果在黑暗里，在一些的困难里，你记住今年圣诞节提醒我们，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会迷失方向，黑暗不安笼罩着我们，但是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主的荣光，我们可以照亮什么前路。当我们照亮前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前走。就正如我们来看这个圣诞的灯饰、哦、我们你们有没有出去看了啊？没有看到这里，等一下可以扫一个视频可以看看。但主角不是这个，主角是主的荣光照耀我们。来，我们来看。当你看到圣诞树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每年都讲过，圣诞树在圣诞节过后就收起来了，每人都是在这样放出来，礼物也是这样子的，来彼此的交换。甚至你可能出去旅游一个充满这个雪天白地的地方，来看一些美丽的灯饰，甚至站在一个巨大的这个圣诞树底下，来看看这些灯的效果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的灯不是主角，主角的比灯更好的是交换礼物，对吧？但是礼物当中，圣诞节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如果你看下去，你发现又有圣诞树，但是又有天，仿佛这个移动的心，耶稣愿意从天到地，道成肉身，来到我们中间。可以关一点的那个灯好吗？因为太过光了。我很抱歉。我一大早不能关床。我没睡的夜色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于万民的。你今天在大卫城里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，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你们孩子等什么？赶紧去看看你所求的事，你跟我来。这个也给你看到当时哈马槽啊之前的一些图片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主的荣光，我们就可以呢照亮全路。今年很特别，圣诞节就是这主日是吧？主日就是圣诞节，那所以愿意今年的圣诞节主日有三个层面，我想对三群的人来说，刚刚休息，这我在这个讲道里面也是对你们的劝勉。我们要就是好像刚才你们做的见证一样，从黑暗走向光明，那做光明之子，一生跟随主不改变，还是这样子为主来发光。然后信主多年，可能你说我已经受洗多年了，那我们彼此勉励，也继续的为主来发光，好吗？然后第三个，如果你说我是中间，我是很想信主，但是还是慕道者的话，主的荣光今天特别向你照耀，求神帮助你，照亮你心中。可能很多年的圣诞节，你有一个冲动，哦，我想信耶稣，很可能，今年这个12月25号，2022年，就是你信主的一个美好的例子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哈，弟兄读上面马太福音，那么呢，姊妹读这个约伯记。好，弟兄预备来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喜印之地的人有光发现，叫着他们。无论是。我们是刚才三个群体，哪一个群体，我们都要靠着主的荣光来冲破黑暗，来走到主的光中。好，第二个 verses 类看到呢是9节下半节到11节，也是当没有颜色的时候，经文都是这样，一大堆黑色的字。哎呀，怎么样看哈？我的师徒呢帮助大家哈，有些颜色，你看到哎，这个 verses。牧羊人本来看到这个光就怎么样，就甚惧怕，有没有？但是天使马上安慰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有救主，有主基督。所以我就把这一个的引申出来的这个 verses 啊，这个引衬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惧怕到不惧怕，是因为有主的救赎。那么人性呢，很容易被环境动荡变化影响以及惧怕。刚才得到消息是说，国内有很多的亲友都得到 COVID-19， 因为一开放的时候就不得了。那我们陈长老刚才祷告的时候也纪念，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多多纪念，好吗？然后其实在节里的我们也除了疫情以外，有可能是工作的冲击，对吧？最近有很大的这个layoff 的潮，有些的朋友跟我说，
可能上一段上一波没有轮到我们这一组的人，但是下一波可能轮到我们这一组人，整组的都要关闭，都被 lay off， 给到大新风哈。不知道你是在哪里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救赎。彼得看到主耶稣行在海面上的时候，将要沉下，本来很有信心的走两步，看到这个风浪，失去信心，将要沉下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很短的那个见祷，短的祷告叫见祷歇见嘛，是什么？主啊，救我啊！你们都很好啊，很熟啊。那主有没有救他？有救他。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的情形，我们也是有这个见祷，主啊，救我！你是在哪里？将要沉下呢？你是在你的身体里将要沉下吗？你是在你的心情将要沉下吗？还是你在灵里表面看都是好好的，其实在灵里却有很大的不平安，将要沉下？我劝你这一年圣诞节有一个见到在神面前，主啊救我，我们一起来说吧，主啊救我，好吗？ Amen。我们不惧害怕，是因为有主的救赎。那我们得着主，就可以得到这个救赎。我很喜欢一首歌，就是《只愿得着你》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哈。可以稍微大声一点嘛，那个音量啊。再大声一点啊，谢谢。好。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，匍匐在你的荣光里，我已无可夸，只夸认识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唯一。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，敬拜你，在你的荣光里，我一无所有，唯有生命献给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唯一，只为宝贵的主，虽然与相比，我将万事抛弃，为得着你。只为圣洁的主，单单降服于你。主求带领我，倾听你心意，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。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，匍匐在你的荣光里，我已无可夸，只夸认识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唯一。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，敬拜你，在你的荣光里，我一无所有，唯有生命献给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的唯一，只为宝贵的主，虽然与你相比，我将万事抛弃，为得着你。只为圣洁的主，单单降服于你。主求带领我，倾听你心意，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。我们一起唱。只为宝贵的主，虽然与你相比，我将万事抛弃，为得着你。
敬畏圣洁的主，单单降服于你，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，和着基督要我得着你。主带领我倾听你心意，和着基督要我得着你。我不知道你唱完是怎么样的感受啊，愿意我们都是以我们的生命来得着主耶稣基督哈，求神帮助 ，Amen，Amen。OK， 下面呢，我们聊聊就是主，我们不再害怕得着主，就等于得着拯救，他必救你。所以我还是对刚才三个群体来说话，刚说起已经信主的人得到永生，不再害怕，得到主，得到永生，不再害怕。受洗多年的人不再害怕，是因为主继续回加力量给你，加恩典给你。然后慕道姐不再害怕，因为你也可以因信可以得着主啊。我们一起啊。OK， 以下的两节经文，这是姊妹先读，然后呢，约翰福音的那一段呢，弟兄，好，姊妹预备来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。每逢我说到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无论你是听过这个的经文很多次，或者有一些的朋友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经文，我发现很多的情形几乎超过一般的，他们的泪都有这个泪光。甚至昨天跟一位伯伯，因为我们出去那个回归线，那个伯伯就流下眼泪哈。虽然我邀请他来信主的时候，他还是等一下，你还是要给我时间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也是神的时间到了，求神帮助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信心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。信的那个对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为我们张身道成肉身的主。好，第三个 verses 很快哦，因为前面也有表演，也有声唱，所以也要快一点啊。第三个 verses 呢，你猜到是什么？比较难看，难看看得出来。后来我就试看我放的颜色呢，愿意容易看出来一点。地上抱着布卧在马槽里的一个婴孩，这个婴孩也是神，也是主他自己，主耶稣。但是在天上，在至高至处的神也是他，这神可以很伟大，高高在上，充满所有的权柄，所有的荣耀，但是他也可以卑微到一个地步，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婴孩，生出来的时候而生在马槽里，人心的角落没有地方，客厅没有地方，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生下来。所以我们的神可以很伟大，也可以很卑微谦卑。那所以有这里提到有一个记号，这是神的柱子，神所走过的情形。既然他是一个高高在天，也愿意谦卑到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成为与我跟你认同的神，为了救你而我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受苦受死的话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抓紧这个光阴来接受他，接受他的话语，接受他的救恩。所以在如果我们人心也好像主一样，因为主曾经也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当这个学我的样式负我的。如果人也能够体会到主甘愿从天上降临到地上，也有这个温柔谦卑来接受主的指示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生命得到成长。所以在今年的圣诞节，让我们一起来成长好吧，一起来成长。说到成长呢，刚才我说受洗归入主的人不死不灭，来是一个美好的开始。我很喜欢说这句话，因为很多人就以为，哎，我得了这个入场券哦，因为我已经这个曾经这样子做过决志祷告嘛，所以我拿着那个进入天堂的入场票所以我就不需要再来要做什么了。不是的，
姚厂长的四步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当然我相信我也对在座的这个受洗的刚刚受洗的每一位稍微提过，也对在座的有很多都提过，如果没有知道的话，愿意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有这四步。当成为基督徒，在属灵生命上面是一个婴孩，有四方面要注意，就可以健康成长。第一，婴孩需要呼吸，呼吸代表祷告，呼吸要常常运作，我们也要常常祷告，得以向神说话。第二，婴孩需要营养，营养代表补给，营养要常常吸取，我们也要天天补给，得以听神说话。你也曾经吗？第三，婴孩需要家庭，家庭代表教会，家庭要常常聚集，我们也要常常聚会，得以互相关怀。第四，婴孩需要运动，运动代表传福音，运动要常常操练，我们也要操练传福音，得以行出大使命。愿神祝福你。很短很短的短片，那天我师父就用这个短片呢来提醒大家，我们都要一起向前走，好吧？刚才说我们一起来成长，其实你知道下一年2023年只有几天哦，下一年的主题，整个教会的主题就变成是什么？成长与影响啊，或者成长和影响啊。那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成长，何来影响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头是好的。趁着这个今天是圣诞节，踏出成长的步伐。刚才受洗的每一位哈、啊，这句话希望你记在心中，并不是毕业哦。然后呢，信主多年的也不知满，不灰心，继续向前。那么没有信主不道解呢？那信主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很可能不单只是过去的那个圣诞节，甚至这一年当中有很多人已经传福音给你。但是我是今天我邀请你。如果今天你发现就是这个时候，现在你发现有个声音在你心中跟你说，无论是网上，我相信网上有些的朋友今天在座有些朋友，或者是你看这个视频可能很多很多年之后你看到这个视频，现在有这个时刻，我愿意一起跟你做个祷告，决志祷告，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天上的阿父神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都是罪人，但因着信你，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。我现在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愿主的灵来管理我的生活，让我活出合足心意的生命，以及生命影响生命，继续的成长，继续的传递这个永生，令人得永生，信耶稣得永生的生命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如果刚才你的祷告，或者网上，或者在座，或者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，你的祷告是诚心的，我恭喜你今天就成为基督徒，那主保守你。你应该好像刚才成长四步要怎么样？还记得吗？呼吸是代表祷告，祷告。好，营养的话，如今，然后家庭呢，在教会，然后再来做运动，要传福音，要做美好见证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圣诞节，我们都留一个成长的记号啊。那我们最后这一节经文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，预备来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啊，愿神把这个安息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好，所以愿你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。愿你因听从主的吩咐而得胜。最后在这个今年的总结，不要忘记了三个 verses， 就是虽然有黑暗，但是有主的荣光来照耀我们，虽然有的时候有惧怕，但是主拯救我们，我们就不怕。
因着主他已经为我们示范什么叫谦卑，什么叫伟大，在这一位伟大的主面前，我们应该要谦卑，来记住这个有个主的记号，在这个圣诞节也能够留下这个记号，好吗？好，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这个记号留在我们的心中，也能够活出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谢谢主，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